共同兄弟，共同决定，共同决定。哦，各位台北市民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台湾移工联盟。那今天我们带了三只的小飞，小飞的名，小飞就是飞公民。那你今天来到这里，要跟他宣传明年一月七号移工游行。那我们主题是看见飞公民，大家都知道，在你的生活周遭有非常多的外国人，有移工，有外籍，甚至有外籍老师。然后这些人在台湾，其实他们没有被真正发声的权利，但是台湾很多法令在制定上，其实跟他们是息息相关的。好，所以我们今年提出了看见非公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看到他们在政策决定上权利的残缺，看到他们劳动权利的不足。好，然后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一月七号的移工游行。看见非公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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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非公民。那今天我们是有一群声援者哈，来到西门町，其实也是要跟，一方面也希望透过这个机会，再跟市民朋友在对话所谓非公民这件事情。那其实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现场今天有三只很大的所谓的非公民，好，那这三只非公民其实就是那个渔工、好财务工跟厂工。好，那就是三个大人偶，待会跟着我们一起走这个游行。好，那今天为什么我们其实会希望再带着移工来？我觉得可以再提到一件事情，大家也许有印象哈，前上个礼拜有发生所谓的这个大逃杀事件哈，在那个街头上，很多民众在游行，在那个立法中央别会集会之后，那其实，在当天的游行的时候，其实也不只是本地劳工参加哈，也有移工的也一起参加了。那其实我们也希望社会当中看见所谓不管的台湾的政府做了什么样的政策，其实移工也当然都受影响，而且移工也都愿意站出来，包括是不管是劳基法的修二，包括不管是之后甚至还要再谈到的总外劳机制脱钩，移工其实都在所谓政府决策的政策底下受到影响。那所以我们认为，那目前的台湾的现状其实就是移工在台湾其实他是被排除在所谓政治决定权之外，他没有政策决定权的。那所以我们认为移工其实他就是在台湾跟我们一样共同生活，好，共同消费，共同的缴税，好，然后也一起受到政府的执政的所有政策的影响，所以我们当然认为所有的移工也都应该要拥有所谓的政治权。好，他们67万的移工其实来到台湾都是付了高昂的中介费才可以来到台湾工作的，而且目前他们在台湾，虽然大家可能会觉得作为一个劳工可以自由选择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在这群移工身上。这些移工他们在台湾是不能自由选择雇主，不能转换雇主的。所以我们今年台湾移工联盟在9月的时候发起了移工公投，分别针对家庭看护工应该要有劳基法保障，第二废除中介制度，政府与政府直接聘雇，第三自由转换雇主，这三个题目进行了移工公投。那大家可能会好奇，移工他们并不是公民，那他们怎么可以公投呢？怎么可以公投呢？其实我们是认为移工67万的移工已经长期从1992年就业服务法通过之后25年在台湾为台湾做了很多事情，他们与我们一起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缴费消费缴税，那我们认为一起生活其实就应该要有一起决定与他们自身相关政策的权利。所以我们在9月发起了这样子的公投，公投期间会到12月31号，而在1月7号的时候我们会有移工大游行。那这个移工大游行其实是想要让社会民众看到这群67万在台湾的移工，就算到了3万，外劳的薪资停留在2万，如果你今天你身为一个工厂的老板，请问你会想要聘请移工，还是想要聘请外，还是想要聘请本国人？好，我想答案很清楚哦。今天在一个职场上，如果有一群这么便宜、这么廉价的劳工，请问各位毕业之后，你还能够争取到好的薪资吗？请问各位毕业之后，你还能够有好的劳动条件吗？
所以好、哦，所以移工的处境其实绝对跟所有在场各位的年轻人，还有在已经在职场上工作的人是绝对的相关的。好、哦，那我们今天这个游行，除了刚刚讲到的文化脱钩的议题，也包含了移工的本身所有的很多的劳动条件。好、哦，再来。当然也包括移工，到现在他们依然没有所谓的他们的生存权依然是不完整的啊，所以我们其实是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看见移工其实是在跟我们一起在台湾共同生活的，他们当然也应该可以共同决定。好，请大家跟我们一起看见非公民，好，一起来参加我们1月7号流行，看见非公民，看见非公民，看见非公民。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准备大家就可以转身游行就出发这样？